好啦，咁啊，今晚咧，如是我闻就同大家见面。本来咧就讲下呢、這个撒满嘅，但咧女王认为咧撒满咧系比较深啲，所以咧佢叫我咧讲住第二啲题目先。喺适当时候咧，我哋会继续讲撒满。咁啊，今日咧我。預咗同大家講嘅咧，就係人狼。人狼咧喺成個西方嘅傳說故事裏邊，或者係神話故事裏邊，甚至乎咧喺真正歷史上高咧，都真正存在過咁樣樣嘅幻想中嘅動物。喺差唔多。幾百年前，教皇咧亦受到咧好多輿論嘅壓力咧，希望咧佢宣布呢個世界上咧真正有狼人呢樣嘢存在 ，werewolf。咁啊，事實上咧有冇咧係真係成為一個疑問嘅？喺科學上咧可以咁樣解釋，第一。有一種叫多毛症，咁某啲人咧，我都親眼見過，喺國內大陸都有，佢哋咧嘅身體上，甚至乎咧面上、手腳上，係生長咧一啲好多好多好似動物咁樣嘅毛，這個毛咧係多到咧冚住成個面，而咧耳仔啊、眼眉啊、胡鬚更加難顯現。咁男女都有嘅。咁啊，佢哋嘅祖先咧，如果患咗多毛症嘅咧，亦可能咧會被人誤會咗佢係人狼 （werewolf）。咁啊喺嗰陣時，如果係誤會咗佢係人狼咧，佢哋相當之淒慘，因為咧會被咧人殴打致死嘅。咁啊，如果個父母生出嚟嘅細路仔係患多毛症嘅咧，咁呢個咧亦引致到佢哋唔會長命嘅。老父母咧亦會咧好早咧當生咗個妖怪之後咧，咁啊～殺死咗啲細路仔，咁啊埋葬咗佢，咁啊當然冇生過一樣，咁啊係一個好悲慘嘅故事嘅。咁啊呢個咧係此其一，咁啊另外咧亦有啲人咧患咗出嚟，可能叫恐懼嘅狼症，佢咧。未必定個身體或者毛髮咧係多，但係佢哋喺心理上有個錯覺，認為自己咧係一隻狼。呢啲咁嘅錯覺咧，引致到咧佢哋會做咗好多奇形怪狀嘅事情嘅，譬如佢哋會對住個月，尤其full moon，尤其滿月。係吠嘅呢種咧，就係好似一種狼，又好似狗嘅一種行為嘅，對住個月嚟吠。咁啊，吠起上嚟咧，佢哋個聲音咧仲好似狼或者係狗一樣。咁呢啲係一種精神病嚟嘅，係一種精神嘅病態。咁仲有咧。有啲甚至乎咧，佢係會吸食血、生血，同埋咧甚至乎咬人嘅。咁當然咧，有一種叫做狗嘅狂犬病，呢一種咧係俾狂犬嘅狗咬親，咁佢唔係一定犬嘅喎。其實咧，好多野生嘅動物咧，佢哋身體咧都～
懷有呢一種咁樣樣嘅菌，佢哋咧會好怕水，而且咧四圍去咬人，咬完人之後咧，佢會將呢個封口症啊嘅病菌咧，從呢個唾液嗰度，佢咬完人之後，佢嘅牙齒留低嘅唾液就會傳染咗俾受害人，被咬人咧亦會因此咧成為另一個瘋狗症嘅患者，佢又走去咬人，咁所以咧喺古代嘅歐洲或者係甚至乎中國世界各地咧，科學未咁昌明嘅時候咧，就覺得咧係一種邪魔嘅作怪，係會使到咧啲人咧係亂咬人，而且咧將邪魔咧一個一個傳染落去，呢啲人咧，啲瘋狗症嘅人咧，好有可能咧，被人逮捕咗，拉咗之後咧，就殺咗，殺咗之後咧，仍然咧仲未揾出佢嘅病源出嚟，呢係真係好可憐嘅一種咧疾病，同埋好可憐嘅人。而家咧，瘋狗病咧仍然咧喺世界咧有啲貧窮嘅地方咧。仍然咧會發現嘅，所以咧都唔能夠話完全咧靠話佢絕種。好啦，咁啊講翻咧人狼，人狼嘅起源咧就係人同狼兩種咧嘅合體，又係一種咧傳說嚟嘅。咁啊喺古代咧。呢個傳說咧就講呢種咁樣嘅人狼咧，佢哋嘅元氣咧，亦係受到咧其他人狼或者變咗狼嘅人或者人變咗狼之後咬及佢哋，咬佢哋就將呢個人狼嘅病菌咧傳咗俾佢哋，傳咗之後咧，佢就會咧喺月圓之夜。第一個月圓之夜，即係話今日咬咗，唔係即刻會發作嘅，係喺佢另外一個月圓之夜，傳說中咧，佢哋會變成狼。嗰時咧力大無窮，而且咧生長咗咧佢嘅爪，狼嘅爪同埋牙齒出嚟。喺嗰個時候咧，佢會係走去咬到其他人，而將呢個人狼嘅惡習咧，或者嘅惡性咧，傳播出去。咁啊，好多電影咧都利用咗呢個咁樣樣嘅橋段咧嚟寫成一個悲劇。咁啊，如果自己知道咗，係自己係變成人狼嘅話咧，呢、這個人咧，當佢仲有人性嘅時候咧，佢會鎖住自己喺個房裏頭，或者困住自己，唔俾佢自己喺嗰晚月圓之夜咧，係失咗人性之後咧，係出去亂咁咬人。但係做咗變咗成狼之後咧，好難講啦，佢會。用尽嘅能力，用尽自己嘅野兽嘅蛮力，解脱呢啲枷锁咧，而走出去嘅。咁所以好多咧就直情匿埋咗喺森林度，可能咧佢残食咗其他嘅动物，但系咧都唔想伤人。咁啊，点样可以收拾到狼人咧？咁咧，传说咧有好多，尤其咧喺呢、這个。歐洲咧，當年係中世紀嘅時候咧，發起嘅時候，正當係耶穌教咧昌盛，所以咧認為神性嘅嘢咧係可以克服到人狼嘅，譬如神父祝福過嘅純銀子彈係可以咧射殺起。
人狼，祝福过嘅银像，用纯银做成嘅拐杖，亦 可以咧收拾咗打死咗呢个人狼。佢哋系极端惧怕啊呢一啲嘅银嘅。咁你知道银咧喺中外古今咧都系作为一种咧辟邪啊或者系辟毒嘅金属嘅。因为银咧喺现在嘅科学嚟计咧，好早已经发现，原来咧佢一遇毒性咧就会变成黑色嘅。其实咧就系佢嘅银嘅氧化物。咁啊，一遇咗毒性变黑色咧，于是乎人咧就好容易察觉到咧系有毒性存在啦。咁譬如咧古时嘅时候咧。皇帝嘅食物咧，啲太监咧都系要用银嘅筷子咧、银嘅羹咧去夹过或者系盛载过，咁咧冇变黑咧，然后至进去俾皇亲国戚食嘅，或尤其皇帝啊或者皇后啊妃嫔食，以免咧俾人下毒。咁西方咧就用。銀嘅子彈，子彈通常用銅做嘅，鐵唔做得嘅喎，因為咧佢嘅傳熱度咧係唔夠，引到嗰個火藥唔能夠爆炸。但係咧銅咧同埋銀咧都係可以好容易引發到嗰個熱力，咁所以咧 可以做子彈殼。而呢個銀做嘅子彈咧，嘅子彈頭同子彈殼咧，射入咗呢、這個所謂人狼嘅身上咧，佢哋咧亦會咧因此咧毒發身亡。咁呢個咧亦係一種咧解決人狼嘅方法。咁當然咧，佢哋亦怕人，亦怕呢個人用銀做嘅拐杖咧。或者利器咧嚟到攻擊佢，咁喺中國嚟講咧，都係用呢種方法咧，用銀嘅方法，銀做嘅刀槍咧嚟到滅殺一啲咧邪派嘅嘢，邪嘢啊！呢個咧，中華古今都係用到嘅，都相信銀咧係可以治邪嘅。咁人狼咧危害咧。喺好多電影度咧，或者小説度咧，已經咧提出過噶啦。咁佢哋因為咬咗之後咧，俾人狼咬咗之後咧，會迅速地咧變成另一個人狼，起碼咧隔咗一段時候，一個月唔夠咧嘅滿月時候就會變成一個另一個人狼。因此咧，故事咧就可以喺度發生啦。佢唔同咧，zombie 咧可以系最丧尸，可以系好快脆，差唔多咧几个钟头头咧就可以变成另一只丧尸咧去传染呢种病毒嘅。咁呢个咧更加凶险，人狼咧就冇咁凶险啦。咁啊，人狼嘅故事咧拍成好多电影。最初咧喺呢個荷里活咧，去到30年代已經係有第一出，咁啊到而家咧都仍然有。最重要咧個主題就係人性啊，係喺被咬同埋準備變成狼之前，人嘅性同埋獸嘅性之間嘅一種掙扎，同埋一種嘅衝突。造成一個好好嘅戲劇化小説或者電影。咁喺中國咧，亦有呢個人狼嘅故事，喺外國比較多啲。咁甚至乎電子嘅遊戲咧，而家殺人狼嘅亦係有好多。咁我哋咧今日介紹到咁多為止，下半段咧我哋繼續講人狼。好，多謝各位收睇上半段。
啊，